成了。这个词汇的由来是，我们常常生意失败称作黄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哎，官府的封条是黄色的，你被封过啊？电视剧都看过，弟弟的几个呀，而且命案的现场也都是黄色的啊。那个封锁带不一样。Sorry， 你再把我惹毛，这边就会有封锁带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